天晚上有时候练得很晚，火化呀、泳衣呀，站在绳上嘛，这是个常识。但是一直没有放弃过，因为太渴望跟他们把这个手艺学好。他说，这个汉宫哪不得半点虚假？你们如果去糊弄他，他就糊弄你。汉界无小事，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只要我能动，我就会干。湖南湘潭，一位71岁的老人，终日奋战在高温火花中。他叫艾爱国，在焊工岗位奉献了50多年，攻克了数百个焊接技术难关，培养了600多名焊接技术人才，是我国焊接领域的领军人。2021年的夏天，艾爱国依然坚守在施工现场，和工友一起探寻管道焊接的最优方案。现场的焊接技师大部分是艾爱国的徒弟，尽管他们也都是行家里手了，但艾爱国仍然担心焊接过程出现差错，影响设备后期稳定运行，对生产造成影响。于是他执意要来看一看。关键是最后这个焊工，别说保百年，这些手工电波焊一般的要保个30-40年是没问题的。这个是经过我们很多试验的，因为我们搞焊接试验的嘛，所以手工电波焊焊完以后，后面就可能就没有什么隐患了。下午3点多，正是一天中温度较高的时候，温度已达35摄氏度以上，电焊作业区的温度更高。爱国在一个焊接口一站就是几十分钟，还要近距离观察焊接熔池的变化，很容易被烫伤。徒弟们心疼他，劝他早点回家，可爱国坚持要盯着把焊缝全部焊完才放心离开。师傅呢，仅仅有70多岁了呢，按道理呢，现场作业这么环境这么恶劣呢，我们是不希望他过来。但是像这样的大工程呢，师傅基本上还是会亲临现场给我们打气，所以在焊接质量这一块呢，师傅一旦来到现场呢，肯定是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如果我们这些弟子们不要他过来，他会有点不高兴。简直说有时候他来，他就反过来骂我们，该认真就认真，必须一丝不苟地去完成。所以他一来呢，我们就什么事都好办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他不放心，他要守着，他要是确定你能过关了，他才敢走。他这心里在这个石头才落地。尽管艾爱国已年逾古稀，但他非常乐意被湖南华陵湘潭钢铁有限公司返聘，以焊接顾问的身份继续奋战在生产科研第一线。我感觉到还是乐趣，因为我觉得身体还可以。公司经理说返聘工资啊不是很高，我说不给钱我都无所谓。干了一辈子焊工，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获得过无数的奖项和荣誉。要说艾爱国有什么诀窍，都藏在这一堆笔记里。因为这个做笔记是我的习惯，我总是觉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这记性最好有时候有误差。这些笔记本呢，都是我50多年搞焊工做的一些主要的一个技术笔记，以及公关的笔记。这个笔记本跟着我50多年，是69年进香港的时候我父亲送给我的。那时候写了一个刻苦学习钻研攻克难关攀登技术高峰。爱国出生于1950年，19岁时他通过招工进入当时的湘潭钢铁厂，岗位是安装管道的配管工人。当时正值三线建设时期，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从北京来到湘潭支援湘钢建设，爱国就配合他们一起做管道焊接工作。那时候焊接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技术工种，爱国经常会在师傅工作的时候在旁边默不作声地边看边学。想学也不敢做声，但是我想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氧气瓶啊，高的有2米高，190多斤，轻的也有160多斤，但每天他们扛啊，
飞机，还有那个医学发生器，要自己装电池，自己装水，除了本身工作以外，我就天天给他们干这些事。我刚才从农村来，我就有把劲，我就给他们上氧气瓶，抗乙酒罐。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个小九九。这个师傅看你每天这么样，他也高兴，他就有时候试着问，那你还对这个气焊感兴趣吗？我感兴趣啊。我说我还想跟你学呢。帮师傅跑腿扛设备，爱国凭自己的努力打动了师傅，也给自己以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由于承担的工程任务量大，支援香港建设的工程技术团队决定从原配管工人中转岗六名学习焊工，爱国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我总觉得机会是时时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不管怎么得不得到，我感觉到我努力也没白费，起码也给一个人有个好印象，我这个人勤快。想都没想到增加六个焊工跟他们学徒。爱国刚当上焊工学徒，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他在这个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气焊工一至八级的考核标准。我当时这么想，我也要往这个八级工去奔呢，因为我当时我师傅都是五级工，想超过我师傅。当时湘潭钢铁厂里只有一个八级工，在大伙心里，八级工是大神一样的存在。爱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想成为八级工，就要在焊接技艺上多练多下功夫，不能浅尝辄止，一定要做到出类拔萃，登峰造极。我师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属于中上等。当时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就安下静安，我就每天晚上有时候练得很晚。焊工就这样啊，烫的伤嘛，火化呀，容易呀，站在身上嘛，这是个常识。但是一直没有放弃过，因为太渴望跟他们把这块手艺学好。当工人就要当个好工人，这是爱爱国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年轻时的座右铭。当个好焊工，不仅手艺要好，理论知识也不能缺。自从当了焊工学徒，爱国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带着笔记本出现在图书馆里。那是焊接学啊，大部分都是熟练翻译过的一些读本，只要去一次就记一次，因为图书馆它不是每天开放的。常见的焊接材料、工艺参数、基本流程，这些最基础的焊接知识都被爱国工工整整地抄在了笔记本上。练得勤，学得透，钻得深，爱国的焊接技术越来越娴熟，他在厂里也开始小有名气。很多人家里的金属物件坏了，都会找他帮忙焊接。你比如想焊个煤气灶啊、乙炔灯啊，然后我就比别人焊得好一些，做得很精致一些。帮别人焊接的小物件多了，爱国对各种金属材料的焊接也越来越有心得。1975年，湘潭钢铁厂的焦化车间要更换紫铜管，厂里派了几位老师傅去上海学习焊接紫铜的新技术。就在老师傅们去上海的十几天时间里，爱国经过反复试验，也试出一套焊接办法来。因为我们干铜嘛，管道嘛，有好多废铜嘛，都收起来了嘛，我就天天没事就下走，施工以后去学的，毕竟也年纪大了嘛，也搞了两下，可能不行，我也不要假的就一个人干了，干了200多米啊。爱学习，爱钻研，凭着一股韧劲儿，1982年，爱国以8项考核全部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气焊、电焊合格证，成为当时湘潭市唯一持有2证的焊工。面对这些成绩，爱国没有骄傲自满，而是继续向更大的难关发起挑战。1983年，原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多家钢铁企业联合研制高炉灌流式封口，封口的紫铜件焊接成为项目的最大难关。
爱国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焊工，他主动请缨参与项目攻关，并主张创新性的采用手工亚弧焊接工艺进行焊接。此工艺虽然先进，但是焊机和焊枪都需要重新改造。在那个时期，采用这种工艺焊接大型铜剑是个极具风险的挑战。这个笔记本完整地记录了爱国当时参与试验的情形。我们进行了100多的焊接试验，这里记录了有渗漏、无渗漏、有渗漏、无渗漏，这个反反复复，最后大部分都是无渗漏，所以才开始焊正式产品。尽管试验非常成功，但在攻关项目组按照爱国的工艺参数对封口进行正式焊接安装时，却发生了意外。我记得那天早上7点多钟开始加热，8点多钟开始焊，焊到下午将近2点了，毛衣毛裤都是湿的，站了6个多小时，没焊成功。大家都盼着爱国攻关成功，厂里还提前准备好了庆功宴，没想到却失败了。爱国满脸尴尬，心情沮丧到了极点。那个庆功宴也没吃，我就自己回去了，洗了个澡，哦，就睡觉。这个心里有事啊，总要睡不着，老琢磨为什么不成功，不是丢脸了，相当丢脸。意外的挫折并没有阻挡爱国前行的脚步，他重振旗鼓，反复验证分析，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原来焊接试验的铜剑只有100公斤，而正式的封口重达150公斤，在寒冷的冬天施工，铜剑散热更快。经过不断的试验，爱国将紫铜封口加热到900摄氏度，同时加大电流，终于在1984年3月23号这天项目攻关成功。凭借这项创新，爱国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这次攻关也让爱国在冶金行业一炮走红，全国很多地方遇到焊接方面的难题都纷纷来请他帮忙解决。每一次的重大攻关项目，爱国都记在了笔记本里。随着攻关成功的项目越来越多，笔记本也越来越厚。全国技术能手、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各种荣誉纷至沓来。那时候爱国有很多机会被提拔到管理岗位，但他都婉言谢绝了。那时候准备提我搞工会副主席，我说我不适应搞这个东西，我就陷入搞我的焊接，我只要搞焊接我就来神了。因为热爱焊接工作的苦痛和孤独都成了乐趣。2008年，爱国在焊接一线工作了将近40年。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单位安排他到技术质量部焊接实验室工作。在临近退休的年纪，爱国本可以好好休息，但他根本闲不下来。2012年，我们香港技校向我们的在职职工举办了一个电脑培训班，他是那一届54个人年龄最大的，大部分都是45岁以下的年轻小伙。然后呢，在这个他们的结业考试的时候，54个人他是第一名。活到老学到老，爱国不仅自己坚持不懈锐意进取，他对徒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说这个焊工拿不得半点虚假，有很多这种金属结构的质量问题都是因为焊接引起的，你们如果去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他那时候说的最多就是焊接无小事，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3块焊接好的钢板被切割成条，拉伸断点不在焊接处，弯曲180度没有裂缝。在香港以爱国命名的大师工作室里，每一名焊接技师都能达到这样的焊接水平。50多年来，爱国手把手培养的焊接技术人才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当中有的已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多种荣誉，
很多人在各自的单位已经成为技术带头人。艾老呢，他身上具备了我对纯粹的技术人员专业素质的所有幻想，坚持、专注、执着、甘于平淡。对艾爱国来说，他在50多年前第一次正式拿起焊枪的那一刻，焊接就成为了他一辈子的事业。50多年来，艾爱国把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毫无保留地推广运用到外单位的生产实践中去，为我国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难关400多个，改进工艺72项。他用5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自己最初写下的攀登技术高峰的目标，而他自己也成为焊接领域的一座高峰。我就是一个吃得苦不服输的，总想什么事情做好做得极致，而且总是要比别人干得好一点。我一直就是这个心理状态，只要我能动，我就会干。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29位功勋模范党员获颁71勋章，受到党内最高荣誉肯定。有着36年党龄的艾爱国也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他最大的光荣，也是千千万万工人党员的光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作为受党培养教育90年的党员，今后只有更好地为国家、为党做贡献，来回报党对我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